叶少腾，你这王八蛋竟然还敢给我打电话！小陈，我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我快要饿死了。没钱。我知道你公司卡里没钱，你能不能拿一张信用卡给我用？不行。 温泉酒店是一只金母鸡，只要得到它，我们后半辈子就有花不完的钱。嗯，好，你赶紧去吧，我先挂了。温泉酒店，那是爸爸的全部心血。安云，你怎么敢？安岑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霍庭山，我需要你帮我。你不是一直想来这家餐厅吃饭吗？ 怎么现在这副表情？你知道他们会来这家餐厅吃饭？那又怎样？你别忘了，自己是谁的妻子。大哥、嫂子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但我已经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 霍庭生，你刚才这么痛快就答应我，就不问问我是什么事儿？不管什么事，我都能帮。不过有条件，两周后的周六，陪我参加一个宴会。好，我去。想要我办什么事？我们安家有一间温泉酒店，刚才那个女的是我姐姐安云，她……所以按她刚才的话。 我想知道他到底想干嘛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那个，你说的宴会是什么？我需要准备什么吗？我爸爸生日。什么？你爸把生日？<笑>我只是个冒牌货，并不像引人注意。加50万，附带调查出安源的阴谋。啊，好想要啊！那也不行。 60万，或是可以和温泉酒店合作。即便是安源想做什么，我也保证酒店业绩不败。安总近来身体不好，应该很开心看到这些吧？啊，好。